好，我们看一下幻地八十五，在292页，有一个排气量的1800cc 的汽车，对，引擎的推力呢，3000牛米哦。若该汽车以9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于高速公路上，则引擎输出的功率为多少马力？怎么办？车是绕圆圈还是直线跑？当然直线跑嘛，车子当然是直线跑嘛。听懂我的意思吗？你不要说轮胎是绕圆圈，你大概我先用气压的，对吧？那气压输出的力量往多少？哎，往多少？3000牛顿，对吧？那速度我定90公里每小时，对吧？那我想要算它的马力，马力就是这样，功率啊，功率就是马力的负号 P 呀、啊，屁股就是这样，塔卡称。我让我先教你一下塔卡称，但是这条地方不是要塔卡称，对吧？这条地方是直线，啊，你给相对过来，就是说 F 怎样？会摇位啦，摇哦。本来同学请看，那所以你的屁股有多少？F 是多少？3000，我上面写单位3000牛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啊，你的速度嘞？90去除多少？3.6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写到这里，单位是啥瓦克？我如果只算到这里，单位是什么瓦特？两个每个加除以两个瓦特，到这是瓦特，可是人家要的是 HP 的哦，对吧？他要的是 HP 呀、啊，你瓦特没什么用啊，你怎么办？如果你这边算出来是750瓦特，可以吗？那他就等多少 HP？一嘛。如果你算出来是1500瓦特，那它是 HP。那你要算出来是7500瓦特，是怎么算的？应该要除以七百五嘛？对。可是一个算式里面有乘有除，看起来很奇怪，所以我们就把除以七百五改成乘以它的导数，对吧？七百五的导数为750分之一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请同学记住，因为你是要换成 HP，所以这里要除以750，写成750分之一，可以接受吗？你要背，同学哈，后来同学啊，这题目设计750跟3000，有感觉吗？哇塞，四，可以吗？4×90，360。好，对，结束。再看范例86，有一个什么轮？你的直径往这40。那么紧边张力1050牛顿，双边张力呢？450牛顿。瓦杰转速在传动，750 RPM 传动，其所传动的功率为多少？公制哪里？题目要问公制哪里啊？这样和多少千瓦？千瓦就 kW，对吧？可以吗？怎么办？画平带轮给你看。好，假设这是平带轮，对吧？那有紧边的张力叫 T1，有松边的张力叫这样 T2。如果我这样画，代表它会怎么转？T1 往 T2 转，对不对？没事没事。那我这个转速呢？N 等于多少？750 RPM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皮带轮当然是绕着圆心转，圆心转，对吧？可以接受吗？好，直径多少？40，半径。哦，为什么问你半径？因为对我们半径才有用。这 R 等于20公分，20公分我不爽，我要改成0.2公尺，对吧？因为我们是 MK，是不是？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好哦，那这样就结束了。为什么要结束？它是不是在回转？回转的时候，你要算它的功率嘛？功率屁股嘛？屁股就是讲，屁股永远不会改变，就是塔卡称，也是不是？什么叫 T？ 扭矩，扭矩你是不是让这个皮带轮转动？对吧？所以扭矩超级无敌简单，就是对圆心曲力矩，就对。扭矩嘛，就是对圆心曲力矩。我这样讲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，对圆心曲力矩你怎么算？圆心呢？大的先算，好不好？
大的先算嘛。好，1050乘以多少？0.2，对。但这假设这叫逆时针啦，逆时针就是正的啦。那梯度呢？梯度是1.50嘛，牛顿。梯度呢？450牛顿，也加倍。那450也要乘以多少？0.2，顺时针逆时针，顺时针嘛，就要负的，对吧？可以吗？你们原理老师有没有告诉你说有效扭矩？有效扭矩怎么算？T 嘛是怎样？你们是用 F1 还是 T1？T1 减 T2 乘以啊。有看过这个哦？我们有。那这两个不是一样吗？对。啊，这个只是打题出来。啊，这是我们用力矩原理。听过？听过不？好，那听过。T 错。啊，卡成没？圆周运动有教过吗？我讲圆周运动什么算不出来就是。卡称嘛，卡称嘛算不出来细嘛，对不？卡称变成一关热热的，你还记得吗？卡称卡称，卡称到底变成什么？卡称就角速度，角速度的单位时间所做的功平方根细的，等于绕一圈叫2π除以大 T 周期，对吧？等于周期导数叫频率2π 分布，对吧？频率跟每分钟转速是2π。又是怎么排的？有吗？很重要，很重要。所以你卡成我多少呀？我的转速嘛，所以就60×2π了。给我的750，结束了吗？没有，因为它要的是什么？哪里呢？公制哪里？我刚刚才跟你强调，差比公制哪里，因制哪里，往哪边瓦特，因为力矩牛顿米，对吧？可以吗？哦，那这个卡成是弧度每秒，那弧度不行吧？对，所以是瓦特嘛 ，OK 啊、哦？那瓦特跟马、啊、跟马力不一样，对吧？所以你还是要把它称为750分之一，可以吗？750跟750啊，傻无色，可以吗？1.5年减下来，660，十乘以0.2，二乘以2π。力学，公制马力就 PS， 可以吗？没有结束，我想要变成 KW 哦，马力大还是 KW 大？你看青菜广告，马力大还是 KW 大 ？KW 大，为什么 KW 大？啊？1000嘛，一 KW 就1000个 W 嘛，一个马力只有谁？700，你有750块，你赔有1000块，啥够位啊？多少千块位啊？对吧？一 KW 是1000个 W 嘛，一马力只有750W 嘛，所以马力换成 KW 是变小，可以接受吗？所以是乘以1/4还是乘以3/4？1/4哦。有听懂的请举手。有听懂的请举手。好，手放下。那第8/7，8/7放下。念一下，如附图所示 ，A、B 两个种摩擦轮，直径分别是多少？40跟30，也就是说 A 是40的 ，B 是多少？30。接触面的摩擦系数多少？0.5。对，正压力呢？1000牛。当 A 轮完结转回转600rpm 回转的时候，所能传动的功率为多少 kW？ 对吧？我们这三个题目都不一样，第一个是因制哪里，第二个是公制哪里，第三个是 kW， 而且类型不一样。第一个很简单是车子，第二个皮带轮，第三个摩擦轮。这一边有一个 A 轮，这一边有一个什么 B 轮？那 A 跟 B 可以接受吗？加，等我这个一啊，2000哦，1000牛，对吧？哦，单位都刮起来，好不好？那这边也要多少一啊？1000牛，可以接受吗？可以吗？那么摩擦轮它现在这样转，假设它这样转，这样转它的转速为零，因为它有告诉我 A 轮的转速 ，A 轮转速为零，600rpm。然后呢，它要求什么？它能传递的功率，对吧？那为什么摩擦轮可以传递？它有摩擦力嘛？如果没有摩擦力，你光滑，我光滑，顺，你
谁领导你，我跟你都没关系，对吧？啊，可是如果有摩擦，摩擦力就会把它怎么样带动那样转，可以吗？好，来，同学请注意看，把 A 图的自由体图切出来，可以吗 ？A 图切出来，这合理吗？不合理，为什么不合理？我所谓自由体图是要把所有力量画上去嘛？如果你没有摩擦力，你会怎么投给你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这边的摩擦力 F 应该向哪边？向 F， 可以吗？那你要 F， 绝对会有一个什么接触面没有正压力，绝对不会有 FN， 可以接受吗？可以吗？那有谁可以告诉我 N 等于多少？1000。如果不是1000，那这个摩擦轮会往右边移动，或者往左边移动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到这里 OK 吗？哈 ，F 等一下，铭文题目已经告诉你铭文了，0.5乘1000，你讲我赔掉，那我嘛赔掉，听好。0.5如果乘1000，你不会，我也不会啊。了解我意思吗？功率屁股就像，他卡成了，你加加加加加加加，哇不，屁股个是干了，屁股个太卡成了，他几下，对圆心起力矩嘛。可是你看左边的1000是不是通过圆心？啊啦，是是是，要个圆哈。右边的1000呢？是对不？好。然后是啊 ，F 的系列，我也一个加不进，你R我嘞 ，R40啊，我怪异，20公分，换算成0.2公尺，可以接受吗？好了，同学，那我们 P 就等于 T 就是 F 乘以 R，F R， 对吧？你看，我们这算是对牛顿哈，对吧？卡撑了，卡撑了。梁总，60分之2拍，给我了，600。结束了吗？为什么呀？这出来到这里是什么 ？W W 碎碎碎碎。啊，我要什么 ？T W 碎，那怎么办？除以1000嘛，就乘以2000分之1。所以哦，好嘞，礼拜，哎，礼拜，请送，请送。60跟600，几粒？2粒，对吧？5×0=1，1×2π，力学。